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给你颁个奖。啊？什么奖啊？终身成就奖。哦，的确是实至名归。那种货色都能拿奖啊？齐天大圣能给什么奖？ 给什么奖都好啊！好你都给头啊，有那么好吗？为师一个打一百几十个是很平常的事，但是我低调，我不说。我的如来神掌多厉害，因为我低调，我也不说。嘿！哦！ 手臂都被你震断了！你们还要不要脸了？哎，请你看完再说，也请你不要捅我。不叫捅，你吹牛吹大点啊！特技镜头啦，成套戏都冇特技镜头啊！你冇话要有啊？唔使话啦，点会冇咁沙扑啫？ 咁我係咁沙扑一个都冇，我唔会相信你有咁沙扑。冇得相唔相信㗎喎，你睇埋睇多次啦，系嘛？你睇多次咪知道冇咯。我唔知。咁你剧本写嚟，我唔定镜头㗎嘛，你冇特技镜头，我点会拍特技镜头咧？你哎呀，你快啲睇啦！飞中天女，喂，黐咗线啊！快啲搵人嚟啦！